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亚洲简报节目。今天我们带来了一系列精彩纷呈的新闻故事，从泰勒·西什在新加坡引发的泰勒·斯威夫特粉丝忧郁情绪，到印度小米的超级食品地位探讨，再到世界局势与1930年代的惊人相似之处，我们将一一为您揭晓。首先，让我们来看看泰勒·西什如何在新加坡为泰勒·斯威夫特的粉丝们带来了一场难忘的演出。 这位二十九岁的跨性别表演者以模仿泰勒·斯威夫特的热门歌曲和舞蹈动作而闻名，他的表演让粉丝们感受到了一种特别的忧郁情绪。接着，我们转向印度，一种被忽视了很长时间的谷物——小米，因其丰富的营养价值和环境友好性，正在逐渐获得人们的青睐，成为了一个讨论热点。最后，我们将探讨一个严肃的话题：当前的国际局势与一九三零年代有何相似之处？ 随着独裁大国的扩张野心和地区冲突的交织，加之美国在全球参与上的撤退，我们不禁要问，我们是否正在重蹈历史的覆辙？这一系列的新闻故事不仅令人深思，也引发了我们对未来的种种猜想。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亚洲简报的新闻概述，希望大家能从中获得一些有趣的信息和启发。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我们下次节目见。泰勒，西时在新加坡为泰勒。 斯威夫特的粉丝们带来了演唱会后的忧郁情绪。南华早报，跨性别表演者泰勒·西什在新加坡进行了为期两晚的表演，通过模仿泰勒·斯威夫特的热门歌曲和舞蹈动作来进行嘴唇同步。二十九岁的跨性别表演者麦克·克罗内尔以泰勒·西什的身份模仿斯威夫特。自二零一七年以来，他拥有一系列与斯威夫特相似的裙子和靴子。流行女王决定不去菲律宾是意料之中的。 因为那里没有足够大的场地，科罗内尔说。时代巡回演唱会仅在美国就有可能产生四十六亿美元的消费支出。印度对小米的需求是其超级食品地位的证明，还是纯粹的炒作？南华早报：小米是一种长期以来在印度被污名化和忽视的谷物，由于其健康益处，它正变得越来越受欢迎。营养学家一直在推广小米的消费，因为它富含高纤维、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此外， 小米不含麸质，对于那些有麸质过敏的人来说，它是一个有利的替代品。小米在炎热的气候条件下易于种植，需要很少的水和肥料，适合在印度进行大规模种植。外面看起来很像第二次世界大战了。彭博社，今天的世界在许多方面都类似于一九三零年代，独裁大国试图扩张其帝国，地区冲突相互交织。受到美国优先原则的诱惑，美国正在从全球参与中撤退。 虽然当前的国际体系比上世纪三十年代崩溃的体系更强大，但仍然面临风险。美国必须从历史中吸取教训，捍卫他在二战后建立的自由秩序。美国必须防止重大战争，并在必要时有效地进行战争。例如，对乌克兰的援助是一项积极的行动，可以帮助美国为未来的冲突做好准备。美国还必须认识到，维护全球秩序是一项集体努力，没有美国的领导，这是不可能实现的。 美国必须在撤退和全球稳定、繁荣和民主至上之间做出选择。BOJ 货币政策，布林肯在马尼拉会见马克思。Go to 收益。日经亚洲，日本银行将在周一开始的会议上讨论是否结束自二零一六年初以来实施的负利率政策。如果该政策被废除，将对世界第四大经济体的企业和家庭产生影响，并对全球资金流动产生影响。与此同时，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将出席首尔的民主峰会，然后前往马尼拉与菲律宾总统费迪南德·马克思会晤。GoTo 和腾讯等公司将在本周公布财报。即插即用，澳大利亚与东盟关系的密切化如何促进地区稳定？南华早报评论版：东盟和澳大利亚应该利用他们的战略伙伴关系来提高地区稳定性并应对跨国挑战。威廉·中和沈雪莲在一篇专栏文章中指出。 作者认为，在国际秩序在多极化和多重危机的背景下发展的同时，东盟和澳大利亚之间的战略关系变得更加重要。双方都是旨在加强地区架构的各种双边和多边框架的一部分。他们应该继续在安全、经济发展、教育和文化交流等广泛领域加深合作和伙伴关系。作者还建议，澳大利亚和日本可以帮助东盟成员国插上并运行到一个强大的威慑框架中。 包括四方安全对话 （QUAD） 和其他类似安排，以提高地区稳定性。该专栏文章还强调了双方加强经济关系的必要性，因为澳大利亚与东盟的贸易关系在过去二十年中一直滞后。随着马来西亚人感受到令吉贬值的压力，安瓦尔总理能做些什么？南华早报，马来西亚令吉对美元汇率创下二十六年新低，引发对该国经济状况的担忧。二月二十日，令吉对美元汇率跌至四点七九六五。 创下一九九八年一月以来的最低水平。该货币的下跌被归咎于多种因素，包括偏向马来穆斯林多数派的保护主义政策、不一致的教育政策和政府交付能力不足。疲软的货币导致马来西亚通胀上升，导致日常必需品价格上涨，给退休人员的生活带来压力。安华·伊卜拉欣总理面临着解决这一问题的压力。 然而，分析师们认为没有快速解决办法，需要进行长期改革来提高国家的生产力和加强令级。政府预测今年经济增长率将在百分之四至百分之五之间，并希望令级对美元汇率进一步走强。逃往泰国、逃离缅甸的兵役。德国之声，根据人权活动人士的说法，成千上万的缅甸年轻人正越过边境进入泰国，以逃避强制性兵役。今年四月。 缅甸将对年龄在十八至三十五岁的男性和十八至二十七岁的女性实行强制性兵役，拒绝服役的人将面临数年监禁，而服役的人可能会被命令犯下战争罪行。许多人逃往泰国以寻求免除征兵的庇护，然而有报道称数百人被边境警察逮捕，其中一些人被遣返边境，另一些人则被拘留或在支付贿赂后获释。 许多来自缅甸的难民通过偷渡穿越多孔的丛林边境，或与普通通勤者混在一起，成功进入泰国而未被察觉。泰国政府已宣布计划在西部边境建立人道安全区，为难民提供食物和医疗援助，但尚未公布该区域的建立时间和地点。日本自民党在资金丑闻后实施更严格的党规。南华早报：日本执政党自由民主党 （LDP） 已修订其内部规则。 对涉及政治资金丑闻的议员实施更严厉的处罚。此举是因为公众对政治的信任度下降，而自由民主党面临一些派系未报告筹款晚会收入并设立黑金的指控。自由民主党还承诺将摆脱派系作为获取资金和分配重要政府和党内职位的工具。首相岸田文雄为此丑闻道歉，并表示他的政府将致力于修订政治资金管理法。松下。 美的和机器人初创公司加大力度满足中国老龄化的需求。日经亚洲，中国企业正在开发技术解决方案来满足其老龄化人口的需求。u b t e h 机器人公司推出了一款服务机器人，帮助行动不便的用户；而科大讯飞则通过电视为老年人提供管理健康的方式。腾讯则开发了一款紧凑型智能手机，可以通知家人异常动作。 中国房地产开发商雅达国际控股与松下合作创建了一家辅助生活设施，而 u b t e c h 则与日本的学研控股合作，利用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提高护理人员的工作效率。中国政府支持银发经济的发展。香港如何鼓励下一代解决问题者？南华早报：中国大湾区发展区正在探索使用空中出租车，最近一次从深圳飞往珠海的示范飞行只用了二十分钟。如果获得批准， 这项服务预计将成为该地区居民更舒适、更快捷的选择。空中出租车是新兴低空经济的一部分。摩根士丹利投资银行估计到二零五零年，这一领域可能价值九万亿美元。为了做好准备，咨询公司麦肯锡估计到二零二八年，全球至少需要六万名新的空中出租车飞行员。香港家族办公室转向印度，印度现已成为主要投资目的地。南华早报。 越来越多的香港家族办公室将目光转向印度，寻求投资多样化。印度被认为是亚洲一个有前景的增长故事，预计未来几年将有大规模经济扩张和资金流入股票和固定收益领域。印度的股票市值于一月二十三日首次超过香港，成为全球第四大股票市场。尽管在一次反弹后经历了短期整固，分析师们预计在该国强劲的经济支撑下，前景仍然积极。 印度尼西亚家庭规模的缩小引发对经济影响的担忧。南华早报：印度尼西亚注册婚姻数量的下降引发了官员们对该国生育率和经济未来的担忧。印度尼西亚中央统计局 （BPS） 记录了过去六年中结婚人数的下降，其中在二零二零年新冠疫情期间下降最为明显。婚姻率的下降反映了社会经济状况、社会规范和人口趋势。自二零二二年以来， 印度尼西亚的总生育率 （TFR） 一直在二点一的替代水平附近徘徊。所有可用的数据都表明，这种下降趋势可能会继续下去。印度尼西亚的婚姻和出生率下降引起了政府的警惕，因为他们可能对经济产生不良后果。政府的经济战略依赖于印度尼西亚的人口红利，即相对于非劳动人口而言，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潜力。然而，婚姻和出生率的下降可能会影响这一红利。政府警告说。 如果不加管理，下降的比率可能对该国的生育率和经济前景产生负面影响。印度尼西亚婚姻率的下降部分是以前政府政策的结果，例如上世纪七十年代的计划生育运动，鼓励夫妻只生育两个孩子。然而，根据研究，结婚和生育仍然是大多数印度尼西亚人的理想社会愿望。注册婚姻的下降并不一定意味着印度尼西亚人完全放弃了婚姻，而是由于财务稳定和高昂的住房成本等因素而延迟了结婚。 中国的技术专长被吹捧为“一带一路”进展的新动力。南华早报：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对越来越注重与合作伙伴国家分享技术专长和知识，而不是优先考虑大规模基础设施项目。这一转变旨在为中国企业培育新市场，改善中国的全球形象。中国企业家和专家正在全球各地传播他们在农业、城市规划、可再生能源和医疗保健等各个领域的专长。 非洲国家尤其受益于中国的技术援助，项目范围涵盖从农作物生产到害虫控制，再到医疗保健。b r 对,对知识转移的强调被视为一种更安全、更可持续的方式，以扩展该倡议并扩大中国的全球影响力。预计未来几年，中国的专业知识分享将增加，特别是在缺乏技术专长的国家。自2000年代初以来，中国一直通过农业技术示范中心等倡议分享其农业知识。现在， Bry 正在扩大到包括可再生能源、城市规划和海洋技术等领域。中国承包商和专家发现，海外工作可以增强他们在中国以外的信誉，而较富裕的国家可能会选择最好的专业知识，而不管它来自哪里。Bry 以技术专长为主导的阶段存在着让中国陷入发展中国家的风险，但中国正在寻求其他形式的回报，如获取自然资源或政治支持。 中国在 BRI 框架下的技术专长分享，是出于塑造更好的全球形象、确立自身作为全球大国的愿望。这也是因为中国面临海外投资机会有限和信用风险的担忧。国有企业将继续在实施 BRI 项目和相关商机中发挥重要作用。总体而言，BRI 对知识转移的关注，凸显了与合作伙伴国家进行更可持续、互利共赢的形式的接触的转变。小鹏汽车推出更便宜的车型，瞄准大众市场份额。 南华早报：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小鹏计划在一个月内推出一款大众市场品牌，以与竞争对手比亚迪展开价格战。新品牌将提供售价在十万元（约合一点三万美元）至十五万元（约合二点一万美元）之间的配备先进驾驶辅助系统的电动汽车。小鹏还确认计划在今年将自动驾驶技术的开发和生产成本削减百分之五十。 芬兰开发者推动由中国建造的通往爱沙尼亚的隧道，尽管存在疑虑。南华早报：芬兰开发商正推进在首都赫尔辛基和爱沙尼亚塔林之间挖掘隧道的计划，并且他们仍然希望由中国公司来建造。这个长一百公里、六十二英里的项目将连接两个被芬兰湾分隔的国家，将渡轮的两小时旅程时间缩短为高速铁路的二十分钟。对于实际的建设，我们当然还没有做出最终决定。 但我们非常看好中国的建筑公司。该项目的发起方芬兰湾区发展有限公司的创始合伙人库斯塔瓦尔托宁说道：“谢谢您的收看。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更详细的内容，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订阅各种简报。网址是六度 brief 点 com，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